这个就是鼎鼎有名的蔡氏家庙，蔡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本地的一个，算是个土豪家族吧。他们的第一代就是曾经在这边盖了这个房子，后来去了台湾。他们的有个家族好像2011年的时候还会回来，就是祭祖过，可能是因为疫情所以就没有回来了。所以蔡氏家庙经本府2013年1月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单位。哦，这个蔡氏家庙还是一个福建省的一个省级文物单位呢。这里跟关帝庙门口那个动物非常像，应该也是个吉祥物。然后这里有一些，我看的应该是莲花，上面是一个仙鹤啊，松鹤，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然后下面也还是狮子。这里有一个这种墙花，应该是旁边也是两条龙。
这里非常的安静，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看的这个庙，所以我也不敢说话，就拍了一些视频给大家看，希望大家能够欣赏到这个古建筑的美。这应该是蔡氏他们的祖先，还有他的太太在这边。这个有个蔡氏，应该是念篆吧，号仲福，字翘说，又字品翘，生光宗赵熙二年辛亥，天资俊伟，宏才博学，登宋嘉定十三年，功成进士。哦，这位先生他是进士，然后做到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应该相当于现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吧，相当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大陆现在这个位置，兼从政殿说书，应该也兼文化部副部长吧，是不是以兼修举，登开古院，执宝墨啊，他还是一个大学士，他还是一个宝墨阁大学士，哇，好厉害！这个大学士相当于中科院的院士了啊，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哈。皇宫教育就是在皇宫里面从事教育部的工作，以政绩累迁太常绍兴啊，太常绍兴这个职位也非常的高哈，我忘了相当于现在大陆的什么级别，总之这个大学是相当于中科院的这种院长或者是国务院特别津贴的这种知识分子。太常绍兴我要回去查一下相当于现在中国大陆的什么职位，居官有政声，名声怀之，御赐金带啊，这皇上就赐了一个金带给他，相检银安，丝绸四宝之荣，就皇上就赐了这几个宝贝给他以奖励他，就让他获得非常大的荣耀。先由县治，以明知县称啊，这个人就是这个蔡氏他们的这个祖先，就是官至到大学士以及太常绍兴这么一个职位。后来处理宗景定元年，就是在这年去世的。青阳石古庙本宫皇志对顺正大王，化身前为宫门客，这个应该是他生前的一个简概述这样子。哇，这个人非常厉害，就读书非就是他考试读书做官都非常厉害。这是公父次祖世时啊，应该是这样念啊，应该是这样念，青阳蔡氏十世祖次父公，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以及他的这个位是他太太。好了，里面蔡氏家庙就看完了，我发现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大家可以去先搜索然后再进来验证的，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要慢慢看的话可能我今天都走不完，我只是看了两个地方，就刚才那个梅山亭还有这个蔡氏家庙。